家在那儿，酒店，酒店在那个方向。古晋 Cooking 啊，是一个猫的城市，之前说了嘛。不仅是猫的城市，它是，所以呢，它就建了博物馆，给猫建一个博物馆。这个在世界上都不多吧？不知道好不好，先进去看看，感觉还蛮现代的咯。一个白猫，一个黄猫。哎，那个中间那个城市中间的那个好像也是一个黄猫，一个白猫。Thank you。这个眼球没有意思，全是黑的，眼白眼球都是黑的，这什么鱼啊？这个有点意思啊。这里啊，一边进一边出，哪里买票？哦，这里买票，这里买票。我是说怎么会不买票呢？9点到4点半。成人3块，儿童2块，残疾人免费。都是猫呢，进门的时候这可能是提供小孩儿游玩的一个地方，可以在这拍照。哎呀，这个好可爱呀！哇，全是猫啊，这边的一些小的纪念品也都是猫，这个吊坠也是猫。猫猫，哎呀，这哎好多小的这个视频还没见过哟。这是老鼠，这是什么？猫猫猫。哦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这猫洗澡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。哇，这下面一夜暴富。猫的抱枕，猫的画，哇，这边还有，难怪它这里这么多雕塑的，嗯，不愁嘛。这里这么多雕塑，随便往城市哪个地方一放，就是一个景观了。这么多猫，哎呀！这个好逼真呐、啊，标本呢、啊？这做的是，这猫的标本。哇塞，不过我觉得看这种标本还不如看雕塑呢。那算看照片算了，这都是拍摄的一些猫的照片。哇塞，这适合女孩子啊，小朋友过来玩啊，这萌萌哒呀，这。这是猫的饰品店。哎，这种石头猫是石头猫吧？还蛮有意思哦。这个还有点艺术感觉啊，这放在开家店啊干嘛的，放在这里，放在那个店里面也挺不错的呀。哎，这个可以卖吧？那上面有编号呢，2095啊，2094啊，估计是可以卖买的。把它看中了就把那个编号记着，然后到哪个地方去买，估摸这是。哇塞，都什么？这个上万种吧，我感觉，而且样式都不同哦。猫打篮球。猫打足球，网球。哎呀，也好多好小可爱呀！哇，这可以细细的看呢，可以买的啊，肯定是可以买的。这太大了，带不回去。
这不能带我们家老大来呀，这个带他来了回不去了，估计再怎么样都买一个了。这躺平，躺平猫，这是妖精猫，小妖精。哎，我看了这几个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刚才看到的那种石头形状的。又能观赏，还有当工艺品啊，那种感觉。这些玻璃的也可以啊。嗯嗯嗯嗯嗯。哇塞，没有重样的啊，没有重样的。这还有个刀疤脸的猫，看看这里的马来人都会给猫雕塑啊拍照啊，包括城市里面的那些猫雕塑也看到好多马来人拍照。然后这里还有猫的博物馆，足以证明马来人是非常喜欢猫的。猫在马来人家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，一般养宠物都会养猫，就跟中国人可能很多人会养狗啊，是这样的。在马来人这里，猫是一个具有不可描述的神奇力量的一个动物，就他们把它就供神一样的啊。比如说它可以求雨啊，还能求雨，就是一个神一样的一个宠物，还能够发财。所以马来人从传说还包括一些习俗啊，他们都是比较喜欢猫的。这个博物馆里面的猫的饰品啊、工艺品啊，估计有3000个不同样的工艺品，真是我觉得还可以，值得来看一看，真是开眼界了。没想到会有3000多种不同样的猫，哇，真是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。就一次，3000多个猫的作品全部摆放在这儿，哦，不止哦，你看这里有3000多了，3200，这应该是最后的了吧？有三四千这样的猫的作品啊，这个3300，那估计3500吧，这样，太神奇了啊！够不到，好了，走了。也吹了半天空调，整个体温也下降了，又可以继续走了，去吃东西吧，肚子饿了。这个猫在那个卖鱼的前这里，然后呢，我先到这里了。上个月古晋这里那个当地的千层蛋糕也蛮有名的。千层蛋糕，来看一看。哇，这个
图案蛮好看的，这上面像西瓜一样的。千层蛋糕，这都是千层的吗？哇，这么多种，这哪一个好吃啊？有，这么多种，这可以试吃是吧？Hello， 哦，这个样子的，好甜啊，这千层蛋糕好甜，不过我喜欢，其他的差不多了吧，我再尝一尝啊，再尝一个，尝的黑不溜秋的这个，这个可以。这个不那么甜，钱不够。蛋糕买完了，准备吃一下蛋糕啊，发现这里啊，马来人卖的吧，我上面写的1块钱，啥玩意儿1块钱？1块钱嘛，买不了上当，买不了吃亏。尝一尝。什么东西啊？1块钱是吧？这个是什么？我翻译一下，肉哦，肉的1块钱，这是山羊，羊肉的，鸡肉的，哦，鸡肉的，鸡肉羊肉，那这什么肉啊？这肉是什么意思啊？牛肉，就肉。啥意思啊？1、2、3，对，拿3个，管他的。尝一尝，哎，我又总是觉得他们这里这么高的温度，他们不怕有肉质的东西会坏吗？很多有炸鸡啊啥的也是炸好的，就那放着。吃点那个炸春卷啊，我叫的名字炸春卷，再吃点蛋糕。哎呀，这就是我的今天的中餐了，有点像土豆，里面有土豆感觉。没吃到肉啊，它估计是肉打碎了，这种馅还很好吃，和我们春卷差不多。马来人的那个油炸的东西做的都还可以，那个炸鸡啊啥的，我觉得都蛮好吃。我和我的车合影，明天就要还车了。有一点点，那味道不，吃了3个，快吃完了，才吃到里面一点馅。这天太棒了，哪都一样哈，只要下班就堵车。101怎么感觉像台湾？去台湾了，这里是古晋的101吃饭的地方啊，大排档，看看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，听 Grab 司机也是这样给我推荐的，说这一块呢。这个离我住的那地方稍微有点远啊，就是我住的地方是属于旅游区啊，这地方可能是生活区吧，这里很多吃的，而且说很多中华美食。然后今天是有朋友带我过来的，我说那正好，那就来吧，
那是 Grab 司机要我来的时候我都没来的。海鱼，哦，这个海鱼是做就是加工的。哦，这个菜很有意思，米林这个，还有什么餐巴臭豆，走吧，我没配你。可是声音可以，声音也不能漏进吗？看一下有什么吃的是吧？对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鸡翅膀爱吃吗？鸡翅膀不错。鸡翅不错是吧？哪个鸡翅膀？这个。还是说先看一遍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刚才那个烤。烤鱼。烤鱼什么？哦，烤鱼。烤鱼，那次吃了一个什么？泰国烧鱼。泰国烧鱼。它是类似这样。哦。像这样子。哦。它有很多鱼。罗非鱼。鱼的种类。哦。这价格为什么都把它删上了，贴上了价格，它可能就是涨价了是吧？看看台湾辣不甜，哦，甜不辣香肠，辣不甜，鸡肉炸榴莲，榴莲还炸的，哇，好多人啊，这个这这边可以啊，这哇，这个锅有意思，这个锅有意思，哇塞，鸡杂面，重庆小面，肥肠，锅贴，哇呀，好久没吃锅贴了，有吃过好煎，这个吃过吃过，那个马六甲那边就吃过了，这是那个马来的那个吗？对，本来本地特色。什么椰浆饭？对，椰浆饭。哦，这价格没写吗？也没写价格啊。是你标的。哦，好多好多，中国饺子、牛肉面，一碗冰粉，哎呀，蜜薯香烤蜜薯，就是我们的勺吗？来，你这个是我。这是什么菜啊？这也是马来菜吗？不一定，这是本地菜。你要吃这些菜，你没有尝试过的，你就可以叫。哦，这个我之前吃，它这个比丁，那个是叫什么？本地才有的，西马都没有。这个是叫蕨菜，我也不懂，我们叫比丁。哦，先看一下。对，这个好吃。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当地才有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西马都没有。西马也没有。哦，好好。西马还要长什么样啊？来，长这个样。哎，就是它。卷卷的像对对对，这就是比例，哦，一条一条的。哦，这就是烧的我们那个叫蕨菜。哎，中国人啊？对，中国人，中国人。哦，我们那边叫蕨菜。对，我们叫蕨菜。对，这个只有烧了月才有。啊，它叫。那应该是很贵吧？去那边？去哪儿？去中国。去中国很贵吗？不贵啊。我自己种的。中国没有这个。没有这个菜。进口的吧？应该是很贵了啦，在我们这里都卖蛮贵的。它全称叫什么呀？我们的英文名叫比利，有中文名吗？中文名也叫比利，那就不知道了，那可能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野菜，然后还有这个也是我们这边的野叫曼尼菜，也算是一种中国没有的。哦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我们这里的臭豆。哦，臭豆吃过吃过。对，这个也是中国没有的，好臭的。但是这个吃很臭，不臭，但是它就是对我们的肾好。哦，对我们的肾好。肾好。对，炒三八就好。哦，男人多吃一点。要什么吗？我看一下啊，谢谢谢谢。等会儿炒菜的是吧？这边是炒菜。好嘞。烧鱼炒菜。好，好好。麻薯。哦，巧克力芒果，哇，曝光过度了。这麻薯吃过的，那回是在哪儿吃的是15块钱，这里是10块钱，这边还是蛮便宜啊。那回在新山是15，啊，对，还是也是这种小摊位。这边看看西餐，周到，哦，这个关门了，汉堡包，哇，品种很多呀。这好大呀，那边也有，那边还没过去看，是吧？啊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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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这啥玩意儿？
热干面，我去武汉，我去武汉热干面啊，长堤街的，介绍的还是准确的啊，介绍是准确的。关帝庙一带卖凉皮凉面，哇，不过它的价格确实，这个价格多少？12块钱，我的个妈呀，这再加个六块就是18块。变了进口吗？我们卖多少钱呢、啊？他这卖18块钱，18人民币，哇，好夸张啊！我看一下老板，老板是武汉人吗？他是本地外啊，外劳炒啊，外劳做的。外劳厂哪里是本地？不是本地人，我一看是不是武汉人？不是，假冒的。他可能把那教了他们。哎，我可以到这来摆摊，我要摆个热干面。我当时就说过，你们那个哥罗面，哥罗面其实也是干拌的嘛，其实和热干面是很有点相近的，就凉面很相近的，所以说你们是有市场的。对。哎，我这里摆个摊算了。锅贴，炸酱面也有啊，肥肠面啊，是重庆的，哇、哦，这竹啊，就要尝试本地的啊，对，我尝，哎不，我可以做个对比吗？可以给你一个参考，这正不正宗，是不是？哇，这里面还有啊，重庆小炒，哇，好大呀！那你可能刚才我叫车是叫到里面去了哦，通常我是在外面哦。红烧猪脚面啊，猪脚面、啊、这个就没有，那手工面。那个 Grab 司机好像推荐我吃猪脚面哦，猪脚面还蛮好吃哦，这点不错啊，其实很多啊，它那个汤底蛮浓郁的啊，太多了哦，哪里好吃我是不懂的，要自己尝试。瓦罐汤啊，还有瓦罐汤，啊，霸王花猪脚，煲汤，瓦罐汤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谢谢。本店特色猪脚，好吃不热呢？啊？吃不热呢？热了，热了，啊，很热了。哦，中国过来的、啊。对，中国的。你也是中国的了、啊，口音一听就是中国的。黑龙江的。武汉。啊，你武汉过来的。哎，对，哎，你们东北的。对呀、啊，东北的。你们是怎么过来？就那个。亲属孩子在这头了，哎，就过来了。哦。啊，武汉大城市。武汉的。武汉的，对。啊，你这是过来旅游吗？对，旅游了，嗯，溜，瞅一瞅，看看、啊，这个好吗？你觉得待了之后感觉？哎呦，怎么说吧，这个气候吧，咱有点不适应，太热。东北的啊，太热，你们行？我觉得不是，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武汉热吗？武汉热，这热啊，不一样。你们武汉能感能？但是你们东北不是很多人都到海南岛啊，那边不都是一样的？但是它属于那个海洋性气候吧？嗯。但是海南咱没去过哈、嗯，但是有很多都上那是避暑，跟那个避寒去啊。对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气温嘛，不像东北啊，啊早晚的温差到哪儿啊，很大。对，这地方非常持平。是。哎，所以来说就找不着凉快地方，你就得进屋找着冷气去啊。刚一过来有点不太适应，就是。来几年了？两个月。两个月啊，才过来，两个月就开了个店啊，因为那个孩子在这嘛，哦，给打点底的，孩子把设备都弄好了，我们去干。哦，很早就过来了，啊，好几年了，啊，孩子先过来，过来多少年？就是这个店是孩子打的，对，打的，还是为你们准备的，就为我们准备的。哦 ，OK， 不止这边，还有别的，转了一圈了。那边要看吗？那边你之前看过了吗？嗯，那边没逛。那边算了，不逛了。点了一个甘蔗水鸡翅，啊，这里烧烤都是这样的，烤鸡翅啊，烤三层肉，猪三层肉。介绍一下是什么鱼？魔鬼鱼。嗯。三八魔鬼三八烤魔鬼鱼。这个呢？当地的菜啊。我们本地野菜的。就是鼻丁，它叫鼻丁，哈哈。等会尝一下这个菜是什么味道的。这个味儿怎么有一股，怎么形容里面有一股，我没有吃过这种感觉的口味的菜，我也没有吃过，这个菜我没有吃过。
不过在这边很出名。这个味儿怎么形容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这个出来有点，它应该是炒虾酱，它炒出来虾酱的那个味道。对，它本身应该没有什么味道吧？这个菜没有菜本身没有，它炒出来的味道，它可能放那个辣的胡辣酱，我们叫胡辣酱，胡辣酱。但这个菜蛮新鲜的，这个菜蛮嫩的，蛮嫩啊，菜。但是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，就是这边的味道，可能你不喜欢。